Hello， 大家好，翻到嚟8月29日新闻联播讲文啊，有我子晴同大师喺度啊，咁大家其实而家即系我哋上一节耀文都讲个通关个问题咧，其实大家都系好即系好想快啲通关啦，通边度都好啦，我哋都讲咗。咁但系咧，其实即系而家都有个新措施，即系可能佢哋嚟紧都可能有机会推，就系话嗰个逆向隔离嗰个问题咧，就讲到就话喺本地先隔离咗先，跟住先过翻去即系内地嗰边，咁就可能个压力上面就会细啲啦，咁样即系变翻。调转就系好似我哋加数咁啊，3+4变做4+3咁样，有冇咩5+2啊、1+6啊之类嘅？我哋上次咪讲咗咯，搞 get 咁样讲加数嘅问题。系咯，咁商界反应梗系良好啦，因为你唔会唔良好啦，因为你一定好咗啦。你如果取消嘅话，商界反应仲良好啦。嗯，咁呢个系一个必然嘅咩嚟嘅？诶，我啱啱又食咗呢个叫做系北海道嗰、那个人话。吃了一粒的是那個人說是我就是北海道的什麼那些人說喂遼心就是遼寧的心你不要騙人北海道不騙人北海道但是他合格真的寫北海道嘛鍾培生跟我說的時候都說北海道嘛那只不過那些都是相同的東西吧是不是對不對是不是火遼心啊沒事了哇！呢、這個 get 都幾好笑，我好耐冇聽過呢個名喎嚇。我哋即管講火燎心誒冇問題嘅，因為我同火燎心係唔識嘅，不過閉笑都仲見過，但係同火燎心係唔識嘅，所以係冇問題嚇。所以你即管去鬧佢咁誒鬧佢。冇意見啊，對佢係我都，但係我亦都唔即我，因為冇乜睇佢嘢，好難對佢有意見啊。但係佢都算係一個幾叫做係即係嘢，佢就的確係唔識嘅。但問題就係佢喺 promotion 方面做到成功啦。咁亦都係喺我心目中，亦都喺我哋心目中，亦都係個個都唔識嘢嘅。即係好少喺我心目中，好少係識股票嘅嚇。即係個個都係屬於係可能係即係有幾種唔識股票嘅。有種佢嗰個基本概念係錯嘅，絕大部分幾乎100個有99.9個嗰個基本概念都錯嘅。但問題即係你冇讀過周天大師嗰個課程，你冇課程，你冇可能基本概念啱嘅。但問題佢嘅 technical 你會知道，你係識 technical 嘅，好多人識，即係 technical 係好嘅。咁就係譬如黃國英啊，覺得 technical 係好 ，technical 係 OK 嘅。雖然佢近期好似唔好順手，近期個個都唔順手啦。但係問題嗰個 size 應該係就我所知，應該屬於即係我冇認真睇過佢嘢，但係睇咗幾句都嗰、那個錯係好離譜咯。即係有啲錯係錯得唔好離譜嘅，即係 technical 係 OK，technical 係 OK 嘅。即係佢可能唔識得量子物理學，但係或者粒子物理學嗰啲反而係錯，但係佢識得打地基啊、起地盤啊，咁嗰啲係冇問題嘅。即係只不過基本概念唔錯，即係物理學嘅概念唔錯啫。但係問題喺在工程學的方面他的概念是對的，即是很多都是這樣，所以但是我是教物理學的，我不是教工程學的，就是在投資界來說，所以大約是這樣。不過我希望讀者搞了個 get 大師就可以顯身很遠。關於這個遼心，如果大家有興趣就在下面留言啦。是可以留言，可以買的。好哦，好了。剛才再跟進剛才政務司司長陳國基是透露了剛才商界的歡迎啦，跟住之後內地反應又正面啦，希望可以很快就可以突破到這個樽頸位啦，即大家的措施是什麼呢樣。議員就認為內地反應屬正面啦，應該打鐵趁熱，就希望可以縮減個隔離的日數，即可能都要隔離，但是越減越少就更加好咯。係啦，冇錯。好，咁跟住之後，即係我哋又跟進翻，其實呢單嘢咧都唔想講啦，都講到好嚴啊，就係 Mira 演唱會啦。咁其實即係每日都仲係喺新聞上面都會，起碼會講一則關於呢樣嘢。咁但係啲人就會 over 咗，都會覺得喂其實日日都有好多人揼中啊，好多人整死咗啊，咁點解冇人去跟進咧？點解呢一單嘢就會更加之即係顯得好似好關注咁咧？咁即係而家就見到佢爸爸啦，即係呢個阿毛嘅。呢個我 day one 講咗啦，我哋第一日都講咗，好多人個日日成日都有人有事啦。但他就說現在他的病情是好過預期，希望找出事情來龍去脈和真正原因，即是找回兇手，即好像說到要找 真相，那些人就覺得喂意外的事情是不是誰說他的好過預期他自己說他爸是的。那我不明白什麼叫好過預期咯，
比預期進步咯。嗯，因為你嗰一樣嘢就係可能佢清醒嘅比較快啊，或者快啲脱離危險期啊，定係佢究竟即係個問題？阿毛嘅問題唔係喺佢究竟嗰個復康去到邊度，而佢能唔能夠復康？即係話佢究竟係瞓一個月出院、三個月出院定係一年出院？不是个问题，那个问题症结就是他究竟能够动到多少，他能不能够现在是睡眠亦有改善嘛，嗯，睡眠有改善睡得好了，睡得很不好啊，大师你昨晚只是可能是因为他已经习惯了这一种这一他的不幸，嗯，对吗？不是代表 他好了，不是代表他能够作出一个很简单的好局部的簡單的活動，即是什麼叫比預期進步，我真的不知道說什麼，嗯，OK， 明白吧，是睡眠進步可能只不過因為他那個抑鬱解決了一部分，所以他才是不這樣做，是不是，即是我覺得就是整件事的報導我不知道說什麼，他接受了咯，即可以怎樣，可能即是這樣，但問題究竟是什麼進步呢，所以，嗯，這件事我不知道怎麼解釋，怎麼定義 啊即其實等於我講過，大家是關心希望他能夠去作出局部，至少他作出局部的反應性的活動，嗯，對吧，譬如動他手腳那樣，這樣也差很遠了，好，跟住之後就講翻啦，即係其實而家好多大店啊，即係或者懷舊嘅食店都會執笠啊，即係因為疫情下或者好多社會之前啲問題啦。咁啊，歷史悠久嘅灣仔大榮華，即係唔知道大師有冇幫襯過啦。咁琴日原來就正式結業喎，咁啊好多嘅，即係好似之前上次講蓮香又蓮香樓又閉關門啦，咁樣咁其實你見到有啲光襯咗十幾年嘅老顧客都話好可惜，就話嚟緊會幫襯翻元朗咯，係啦，咁啊阿滔滔啊，梁文滔都有去喺嗰度喎，咁琴晚元朗好食好多嘅，灣仔你有冇去過？我冇食過，普通係，我好耐之前去過，我唔敢好肯定啦，但係印象之中係普通。嗯，係元朗啊嚇。圍村菜是啦是啦，食到好傳統的菜嚟。灣仔我記得很普通的，但係好耐之好耐好耐之前去過，我唔好咁肯定。至少係屬於我不會去的，元朗是屬於我會去的，啊，有時而家元朗佢門口賣老婆餅啊，咁嗰啲都好吃。咁不如下次揀旺角就是在呢個啦，去唔去啊？你嗰啲人，你元朗交通好不方便噶嘛？點搞啊？都係搭車，唔係揸車又煩，係啊，搭車又煩。係啊，你都不離係，你都不離係市中心，你都不離市中心的其他地方，嗯，即是由旺角到中環灣仔是不離這些銅鑼灣，由旺角到中環到銅鑼灣到旺角是這一對地方，你不可以離開這一區這一區中心地方，都是大家約人都是去中間點，雖然我可能會搞一些，嗯，即是很 exclusive 的 dinner，好可能會搞一些很 exclusive 的 dinner， 但是等個疫情過先，啊，即是收好貴，收好貴的，收好貴嘅，唔係，我見到好多人留言啊，上次大家啲 feedback 都幾好嘅，就係講話1000蚊樓下或者1000蚊附近嗰啲價位都 OK 咁樣。我想揾啲幾千蚊嘅做一台。哇！我幾千蚊做一台。嚇，因為有一啲譬如嗰日阿次哥煮咗一餐俾我食，嗯，即親身煮，俾我同我朋友食，咁就我朋友一家人咯。咁就我哋都佢一家五口咯，咁，嗯，我哋都覺得好滿意咯。哦，哇！佢自己親手煮咯，但我講明要佢親手煮。好難得有得食咁，所以一定要收，你冇得收得平啦就。嗯，因為次個親手煮嘛。好，咁啊鼎爺私房菜咧，你有冇食啊？好唔好食噶？其實我好似冇食過。我解釋一次俾你聽好唔好？啊，鼎爺喺屋企做酒樓嘅。嗯。咁佢識，所以佢識煮曬所有餸。但係佢屋企唔係住做高級酒樓嘅。嗯。你識得煮一樣嘢，識得煮一個餸嘅步驟，同埋識得，同埋你煮一樣嘢好食係完全兩回事。哇！即係我覺得很多人是錯了，但問題你有電視捧就不同了，啊，所以我至少我所以低溫我已經知道這件事是很基本常識的，即是，嗯，
但係就誒。但係就好少人明白呢、這個道理啦。咁大家覺得，我認為根本即係根本嗰樣嘢唔需要去測試啦。雖然我問過所有人，大家都係覺得唔需要去啦。嗯。正如做電視台，做電視阿 Jamie Oliver 破產。嗯。其實 Day One 我已經知道了 Jamie Oliver 唔識煮，佢係屋企係做餐廳，做咗多年，佢識煮曬所有嘢。但係佢同 Gordon Ramsay 嘅分別就係、是。Gordon Ramsay 係做一間三星級餐廳，自己由無打起嚟，而佢只係屋企做廚，一路都係做緊做啲普通餐廳嘅啫。所以Jamie Oliver 只係可以做節目，係唔會煮到啲嘢好食。嗰陣時仲俾人串我話：你未食過 Jamie Oliver 唔係嘛？即係即係俾人串咯。係、你記住一樣嘢啦。所以而家其實最主要都係富林啊、富林門啊出嚟嗰啲，全部做得好嘅都係富林門出嚟嘅、嗯。而次哥佢。啲人問我個水準係點樣咯？我大約講一講咯。次哥係離院出嚟嘅。今次上公主嘅呢個人。係咯，呢、這個咩啦？咪就係大榮華，琴日見好似喎、哦，我要 cap 翻呢張相出嚟。好，你 cap 翻呢張出嚟，係啦。咁即係話次哥就係離院出嚟嘅。嗯。離院就係佢係離院大廚，離院就係一級尾嘅。嗯。所以次哥就係呢一個級數做到最高級，做到最叻嗰個嚟嘅。他就做了這個級數做到最高的，即是你會知道那個的水平，還有你有福臨門級數做到最高的，那你又是你又是會有一個分別在這裡。嗯，即是所以次哥他做得最好的就是龍王，就是觀塘龍王、嗯、因為觀塘龍王他壓低了一個壓低了一個級數，然後 他用一個這麼高級數的來壓低一個級數，那你就贏了。但如果你用這麼高級數還要打高一個級數的話，什麼呢？因為麗苑是一級尾來的，他是一級尾那些做到最好的一個來的。你要知道佢嗰、那個你要知道佢嗰、那個定位去到邊咯。你要知道佢咧，即係一個人每一個人嘅定位，即係 Jamie Oliver 嗰啲係唔識咯。即係你唔識得煮得好食，同阿鼎爺一樣咯。龍王同龍子係咪都係佢噶？龍王、龍曬、龍袍，所以個龍袍同埋龍曬係做得冇咁好嘅。但係問題係佢自己親手做又唔同。哦，佢自己親手做嘅時候就你即係一個廚咧，其實咧好多年前我喺澳門都食過嗰、那個大廚，一個大廚，他親手只做一台給你的話，差好遠啊，你會有一定水準的。嗯，他只做一台嘛。而且次哥很懂得做一件事，他不是做，他永遠做那件事，他知道有錢佬喜歡吃什麼，他很熟的。他做那件事可能是不是一百分水準，是百零分水準，但問題他做一件事一定做出來，你那件事是沒吃過的。嗯，他不會做個刺出來的，無端端做個大包刺出來的嘛。他做個乳豬是一個麻辣的乳豬來的。 OK、嗯、即是你一定有一個你的創意，就可以將那件事 add the value 了、嗯、於是乎你就吃他做十樣菜，十樣菜你都沒吃過。哇，於是乎你就會覺得你就會覺得他、嗯、而且他是 add the value， 就算他那個龍蝦泡飯他都會再另外加一些蟹加些什麼。於是乎你就你那個整件事你就會覺得什麼，他不是跟你硬打傳統的菜做得好不好，不是崩牙食啊，那他做了什麼乳豬姐姐，然後之後就什麼海蜇，然後不是那些，是啦，不是那些。OK， 好，那麼哇，對於食原來大師真的很有要求，我覺得我們要開個節目講食東西咯，真的可以跟著大師去找食。好，那跟著之後我們又講一下啦、還有就是還有就沒講招呼咯，客户招呼。前幾天我去吃飯啊，同某間餐廳，又係好興，就係咧好興嘅，即係 OK。啲人嗰啲水平好唔夠啊。嗯。即係咧，你知我最憎啲人阿姐裝落哥啊，九唔搭八啦，即係做啲嘢唔咩嘛。即係我有一張，我煲咗麻雀，我中意打麻雀，即係坐啲。佢話佢就算唔咩，佢都要整張麻雀台，佢即係屋企搬張麻雀台過嚟。嗯。搬張麻雀台過嚟，都要做我生意，咁我話好啦，搬張麻雀台過嚟啦，好有誠意喎、啊，好有誠意。咁你佢話跟住之後，佢話早到咗，仲冇嚟。我心諗，即係所以張麻雀台未到。哦，你早到咗，個麻雀台未到 ，OK。我心諗，第一，你張麻雀台，你唔好當日嘅時候先搬嚟啩，你早幾日都得啩，我晨早十日通知你。嗯。啱啱你唔使當日嗰啱啱嗰一分鐘你先嚟到啩。第二，即是你不專業咯，你做高級餐廳，你做咁高級、啊嗯。第二，反而有些嘢，我有啲嘢原諒佢，隔離好嘈啊，咁唔關佢事啦，唱 K 咁。
OK， 第二就是你到我五點鐘嚟到，你以為我六點半嚟到，咁我五點鐘嘅時候問你點，佢話佢等緊個老細用嘅啦，即係等個老細用完，佢唔知幾老細幾時用完，即係你實際上唔 sure 喎，咁驚？你 sure 係啊，你唔 sure 喎、嗯。第三，咁我諗一諗，我即刻話誒、我諗一諗，我同佢講嘢，佢竟然暫完咗嗰個病。我話我而家同你解決問題，因為自己我諗諗一件事，即係話。我而家已經講緊，我話俾你聽，你要將會而家你個人喺邊度？我問佢、你個人喺邊度？因為我其實我咁我 arrange 車咯，我幫我安排，我幫我安排埋車，安排埋司機咯，冇問題。但係問題你就唔好喺度一嚟到就喺度解釋啊，知阿莊摩洛哥咁喺度解釋你嗰啲，你點解會遲嘅、啊？你又早到咗啊？點點點啊？而家唔係我早到咗或者點樣嘅問題，而係我想解決呢個問題嘅。我已經安排緊車俾你啦、你就唔好暫亂我個病。點解你要調翻轉安排車咧？我想件事成啊嘛。我咁你解喂，即係問題就係咧，你唔好同我講藉口。你係同我講點解決問題。即係話，我最憎聽到嘅就係話，如果我問咩嘢嘅話，譬如話啊啲嘢啲送咗未嚟啊，我最憎見到嘅就係、是、我聽日有冇落單？你冇落單關我 care 事咩？我要啲送嚟啫嘛。你最好就你就冇落單，啲送嚟咗，我唔使找數添。你應該話去吹下嘛。但冇落單仲好啲。我聽日有冇落單？然之後我見到佢企喺度廿四小時，你喺度冇？你嗰陣就冇睇落單，你冇你都扮去喺廚房啊！你企咗喺度，你冇去廚房，我睇到你完全冇去廚房嘅。咁即係話成件事你根本就冇完全冇辦嗰件事。我最憎嗰樣嘢就係嗰啲人係冇辦事。如果你我見到最好嗰個就係我好多有幾個都係我問佢啲嘢點解咁耐未到，佢好肯定咁話，我其實已經幫你喺廚房問過啦。我幫你喺廚房問過噶啦，佢幾耐會到嘅？佢而家準緊或者點啊？佢好 sure 咁樣，即係佢係間關心每一台嘅狀況。下關心每一台狀況。最好就快啲去廚房拎翻個碟嘢出嚟。佢知道唔係，佢冇解決唔到呢個問題。但問題你係解決嘅問題咯，而唔係同我推卸責任嗰樣嘢咁樣咯。冇落單啊咁或者你唔好同我講唔好講或者講個理由咯。唔好，你必須要係講出你係解決緊個問題咯。係啦，我唔係聽理由咯，我聽緊你係我處理緊嗰樣嘢咯。呢樣好緊要啊，真係。好，咁跟住之後講翻頭先財經啊，我哋都有講咗少少。咁但係其實而家見到啦，上個禮拜其實大家都見到就係話美聯儲嗰邊亦都講到就係話會再支持加息啊咁嗰啲啦。咁啊，即係財政司司長即係本地方面咧，陳茂波喺嗰個網誌都講咧，如果聯儲局下個月再加0.75厘咧，咁啊，即係喺今次喺加息周期裏邊連續三次加息噶咯喎。咁啊，短短七個月加足3厘，咁啊，屆時咧套息交易同埋港元沽盤好快會再出現，而本港嘅息率催生嘅壓力都會增加啦。咁啲人就覺得喂，咁會唔會啲資金流走啊？即係都係擔心呢樣嘢啦。咁但係佢就話唔會，即係呢個沽港元咧就唔代表資金會流走嘅，唔會影響香港嘅金融同埋貨幣穩定嘅。咁究竟驚唔驚咧？其實我有很多朋友都驚喎，即係問翻我轉頭，我都唔識答喎，即係我都話唔使驚啊嘛，應該暫時嚟講唔使驚咯。你永遠冇唔使驚嘅時候啦。但係你係暫時嚟講，你就唔使驚咯。係咯，暫時嚟講係未有啲咁嘅發生，任何嘢都有可能發生嘅喺當情況惡劣嘅時候。暫時可以去到幾時先？可見將來，你唔好講可見將來啦，因為暫時未見到嗰個狀況發生。好。咁我哋講翻啲輕鬆話題啦。咁啊，而家其實拍片講真係層出不窮啦。有啲人為咗吸眼球，可能要瞓喺張台上面啦。我見過有啲就好誇張，淨係影住條女喎，但係冇講嘢㗎，就咁影住條女，但係好多人睇過。咁啊，呢個亦都係啦。咁見到而家啲地產咧都係要爭飯碗啊咁樣。咁因為啲空姐有時有啲非空姐之前就話而家請翻佢哋啦。都不肯做的了，即有些亦都說不了，我現在做地產代理的了，即很多都轉了行。近日也都有些即 KOL 拍樓盤的短片，因為很多現在地產那邊呢都可能在搞 KOL 那些。那你看到其實地產經紀陳善廷 Sammy 呢前幾天是上個禮拜好像幾天前，很多人就在 share 這段片，就說他介紹這個盤叫做啟德上遵營樓盤，係啦，咁我見到其實佢就突然間咧，
係啦，咁啊呢條片咧就被人落架啦，因為咧。大師行開了 ，OK， 咁你見到咧，其實佢咧就坐咗喺個浴缸度啦，即係就係用個浴巾咧就包住自己喎，咁就係話你唔好再影我啦，其實因為我就好中意呢一個嘅浴缸，所以我先拍嘅啫嚇，咁啊即係大家係冇想去到呢度欣賞下呢個單位咧咁。佢係冇包，佢動咗佢圍住咩啫，亦都係做宣傳片都幾得意啊，其實。呢個幫佢宣傳埋啦，咁同埋如果佢瞓喺浴缸度，佢賣浴缸喎，咁咪有個畫面咯。畫面效應好啲啊，冇問題啊。佢又唔係有筆啊，係咪先？啱啱係啊。咁因為而家啲人就係講話佢筆啊，跟住落咗片，落咗假之後，而家咧啲地產 agent 即係佢哋話，我哋已經查詢過問翻嗰個地產商嘅，佢哋話 OK， 我哋先發布嘅。咁啲人就講翻話，地產代理都唔專業嘅，即係你哋冇專業嘅操守啊。我覺得專業啊，因為佢至少喺拍攝嚟講係專業啊嘛。而家你係拍攝廣告，拍攝咩啊嘛？係啱啱啊？我覺得冇問題啊。系啊，系啊，咁李家國個老闆都同我好熟嘅，兩個老闆都即係個 CEO 同埋咩都同我好熟嘅。其實係咪俾美聯其他喺度打毒針咋？咁梗係啦。好。咁跟住之後，我哋又講翻啦。唔知道大家有冇食過抗生素啦？即係我哋講埋呢單啦。咁其實港大醫學院嘅研究團隊就分析咗過去咧醫管局十年嘅臨床數據，發現能夠抵禦多種抗生素嘅超級細菌咧，叫做好長啊呢個名，產炭青霉烯霉腸道桿菌，簡稱 CPE 咧，感染嘅個案咧係持續上升嘅，即係講緊一啲超級細菌咧係越嚟越多。我諗呢個已經唔係新聞嚟啦。呢個已經不是新聞了。即係好，而家係抗生素係成日都食，搞到啲藥。係啦。係啦，所以係咁樣咯。抗生素成日都食，所以就啲藥可以。即係有好多呢啲超級細菌。係啦，冇錯。好，咁我哋今日嘅講聞就住咁多先啦，拜拜。好多謝啊，拜拜。